さらに。这没这个狗屁啊！你要去吗？于八嘴快报，11月17日晚 ，ins 上爆出一段林允儿醉酒后甩头热舞的视频，女友视角下的林允儿蹦蹦跳跳，一举一动都散发着可爱迷人的魅力。网友纷纷被可爱到，表示欧尼真是随便跳跳都好可爱。此前，允儿曾在某节目上说过喝多爱撒娇，这段视频也让网友见识到了允儿撒娇的魅力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没这个狗屁啊！啊，你要去吗？